好，我现在立马回来抽这个我最想要抽的卡夹了。这次我应该会抽，想办法把莉莉抽满了。这莉莉是我目前看到最好的，网络上大家也都激推，因为你看魔力上升45，回复量又上升30%，然后弱的 HP 回复两回合内35块 HP 又再回复，而且他的这个 skill 很 bug， 就是说 counter 发生时攻击的时候，我方单体弱 HP 的人回复 HP 最低的优先哦，真的是非常 bug。啊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抽了啦。我好怕我要抽到十次哦。loading。我开。等我，我开我的网路了。这不太妙。啊，这应该是对，不是莉莉，听声音就知道。我很喜欢这一只，因为它有一个小贝鲁，很可爱。说实话，那时候第一次看到图的时候。王将の女主人へ。穿燕尾服的也是蛮帅的，说实话，红燕白兔。哇，我这次石头真的是没剩多少了，很快就抽光了。ご予約のお客様、ご来店よ。哦，又在正常发挥了。娘，ご予約のお客様、ご来店呀。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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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惨。只有一张。私が息の根を止めろ。聖夜祭はぜひ。哦，我不想要贝鲁啊。刚刚中一张 SP 啊。第几抽啊？77耶。娘，ご予約のお客様、ご来店呀。一张利率都没有。
哇靠，一张弟弟都没有。干，我不想玩，想骂脏话了。好，现在开始，我不想要莉莉了。我不想要莉莉，我不想要莉莉。我不想莉莉。超无奈的。好，110连抽，只有一张莉莉。看样子我只剩4000，我看样子真的是越来越没动力还了，我难过，大家下次见了，太难过了吧。